歡迎各位收看中國通史。1861年，曾國藩在安徽創辦安慶內軍械所，之後李鴻章在上海設立洋炮局。去到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設立的福州船政局，並且培養了一批能夠按照圖紙完成各項工藝的技術工匠。之後當局遣散了所有聘用的洋人技師和工匠。去到1889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在武漢創建了近代第一個大型鋼鐵工廠漢陽鐵廠和漢陽兵工廠。去到這個時候，清朝的統治者意識到原有以八旗為主的軍事體制已經要去到改革的時候了。今集《被動的自強》。呢度系福海，上世纪八十年代喺圆明园遗址上重新建造嘅一片水域。150多年前，呢度有住一片更大嘅水域，亦都叫做福海，系当年圆明园最大嘅湖，有住最漂亮嘅水景。雍正皇帝精心设计喺湖中央嘅三座小岛上建造咗美轮美奂嘅亭台，暗喻呢一度系瀛海三山。蓬莱仙境。到清朝中期雍乾时代，圆明园已经汇集了各具特色的园林景观群，悬挂着匾额的流塘殿阁约600多组，占地350公顷，被誉为万园之园。公元1860年10月6日，这片建筑史上的杰作开始遭遇连续多日的大劫难。一位历史的见证者亦都在那一晚跳福海自尽。圆明园管园大臣文峰有着一份傲人的履历，咸丰十年的八月刚刚到圆明园走马上任，他的个人前途看下去灿烂无比，殊不知此时此刻整个大清的前途已经暗淡无光。当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的时候，文峰身边只有20多个手拿着传统冷兵器的技勇太监。尽管这些技勇太监毫无畏惧，奋勇抵抗，但是一个个血肉之躯所面对的就是闪烁住火星的子弹。在这场完全不对等的对抗里面，文峰知道自己已经无力回天。史在文峰松容赴难，不愧猿人。而他亦都再冇机会睇到由此即将拉开嘅自强运动嘅大幕。1861年3月6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咗一篇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嘅报道，题目系。香港賣奇珍，北京戰利品令人緣目。文中提到，香港日日運轉住英法兩國的部隊、軍糧和其他軍用物資。從北京回來的部隊，尤其是法國遠征軍，無不滿載住搶劫到的裝物返回歐洲。一位法國軍官以2000英磅的高價賣給該文作者一串用珍珠和玉石做成的頸鏈，140粒珍珠，粒粒大如樱桃。这个军官甚至还有几件明显是属于清国皇帝本人所有的珍贵宝石。这些战利品大部分是流向了欧洲和美国，只是香港就为购买这些罕见的奢侈品花费了至少100万英镑。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北京战利品正是来自皇家园林圆明园。1860年10月7日之后的几日，圆明园入面的皇家珍宝被洗劫一空。10月18日，3500个英军再次冲入去圆明园，纵火将之焚烧。大火整整烧了3日3夜。对于在热河躲避战火的咸丰皇帝来讲，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以至于在第二年，也就是1861年，这位只有31岁的年轻皇帝就杀手人寰。
圆明园，建造在雍正乾隆年间，可以话倾举国之力，呕两代帝王之心血而建成。是雍正乾隆咁有才华、咁有作为的帝王留俾后世的伟大遗产。而家位喺咸丰的手上，愧对先祖的压力可想而知。詹姆斯·霍普·格兰特，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的英国陆上部队指挥官，1860年8月1日登陆天津北塘之后，不够3个月，他就完成了攻占北京的目的。历史上对他是否参与了对圆明园的抢掠，并没有特别记载。但在这张相里面，格兰特身旁分明是一件精致昂贵的中国瓷器，而他的目光就流露着一种得意和贪婪。当千百年来在农耕文明的滋养下，谦逊忍让的华夏百姓遭遇西方列强的狼性扩张时，是继续保守自闭，定是勇敢地迈步自强，成为中国人站在历史关口前必须面临的抉择。1840年和1860年的两次鸦片战争，迫使中国打开国门。南京条约等一系列的条约签订，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讲，无疑是一记棒喝。但是对于道光皇帝和办理交涉事务的官僚来讲，就是一种解脱。他们为终于摆脱了洋人要求直入北京谈判的麻烦，并将之限制5个开放口岸而暗自庆幸。其英以南京条约签订人的身份，在战后获得空前的权力，就足以说明这一点。除了广州人坚决反对洋人进入城内发起声势浩大的运动，几个士大夫痛心疾首地编著了几本了解外国的著作外，没有迹象表明这个事件对整个体制产生有几大震动。中英和中法北京条约规定，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增加英法两国的赔款到800万两，天津外国商务区对外开放，并允许外国人居住，英国割去九龙半岛，甚至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以居间调停的角色，亦都能够诱使清朝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巧取豪夺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领土，令到俄国人不费一兵一弹就夺取了中国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即使主权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侵犯，一直实行闭关锁国的清政府就仍然对西方的先进技术表现出被动和麻木。中国被第一次鸦片战争打败了之后，开放了五口，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应该再接再厉，像林则徐、像魏源讲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睁眼看世界”就好了吗？但是中国人不，满洲人不这么想，满洲想这很好吗？5个通商口岸就够了吗？原来1个，现在5个都够了吗？我们好，他好管制吗？因此，中国在这过程当中，从1842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就错过了18年的发展机遇嘛，就没有能够这种主动向西方学习。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有着上百年中藩体制而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政府，从来都没有将西方人看在眼内，而战后被西方人牵着鼻子走的大清国，仍然不能正视西方比自己强大的事实。清廷内外依然认为华夏文明是最优秀的，的而是没有文化的，学习西方那套就是毁而下之防。可见比起国土国权的沦丧，文化的优越感似乎更加能够令清廷聊以自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系列条约，将中国牢牢地禁锢在外国的特权之下，直到瓦尔达会议前，中国一直未能够摆脱这一套体系的掠夺。英法联军攻占首都，迫使皇帝外逃，焚毁号称万元之源的皇家园林，这个标志着这个自称世界中心的文明古国遭到无情的羞辱。4年后，
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而呢个亦都完全由于佢内部原因，先至令到清政府平定内乱取得成功。在签订条约后出现暂时平静，和内部危机暂时消失之际，令到一部分汉族士大夫开始从更深的层次来到思考近二十年来内忧外患的症结所在。中国第一次现代化的努力由此而生。历史在150多年前开启了中国文明在近现代意义上第一次自强运动，以求强、求富、培养实用人才为三大具体目标的洋务运动。它的目的是为了增强清王朝抵御外辱、镇压内乱的实力，同时都有益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并开启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这场看上去轰轰烈烈的运动结局就好像落花流水地消逝，它最终的失败到底是哪里埋下了伏笔呢？第一次鸦片战争，你被他的武器打败了，就应该走这一步自强的运动，但是朝廷从上到下都没有认识到，林则徐提出了这个还受到了批判。他让他的好友编了一本书叫做《海国图志》，提出明确地提出了这些观念，结果中国从上到下都批判这本书，排斥这本书，抵制这本书。这本书呢传到了日本，日本在很短时间内给他翻刻了20多版，所以这本书对20年后日本的明治维新起了很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而林则徐、魏源为了启蒙中国人编的书，中国人拒绝接受。直到186过了20年后，这时候曾国礼才觉得这个枪炮确实厉害，我们得承认洋枪洋炮就是比我们的大道长矛要先进，用它不是用于变相。所以呢，第二步我要造，不仅要买还要造。大力开展洋务运动的洋务派大臣大多是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首的汉族官员，他们都是科举考试的佼佼者，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徐清廷以汉制汉的战略原则下得以施展拳脚，但在众满益汉的政治格局中，他们的每一步都需要格外小心谨慎，洋务运动的每一项举措都要不断向清廷上奏。这个时候清廷内部的保守势力依然强大，但支持洋务运动的行列里面亦都有一些举足轻重的人物。因为曾左李都是地方官，没有中央的支持或者中央某个得力的大员支持，很难推行的。那么朝廷里面有个人是支持的，就是这个恭亲王奕欣，他可以说是当时朝廷里面最有见识的一个人。那么他支持，为什么他要支持？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通过这个跟洋人的谈判，就第二次鸦片战争，他是留下来跟英法联军谈判的。在谈判过程中，他发现了，他突然发现，英法并不是说要把满，就是清王朝推翻，他自己当皇帝，他只是要求你通商、关税、租界，赔这个军费。他觉得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甚至可以跟他合作，他并没有要推翻我，所以他支持用洋枪洋炮。1864年的一天，一艘战舰抵达天津附近，准备进京上任的新任普鲁士公使李福斯忽然发现在大沽口有3艘丹麦商船。由于普鲁士正是同丹麦在欧洲交战，李福斯就下令俘获丹麦商船作为自己上任途中的战利品。其实正是美国传教士丁伟良在总理衙门下属机构同盟馆翻译的《万国公法》完成后没多久，于是清朝官员根据《万国公法》中国制法的相关条例，拒绝接纳李福斯作为公使进驻北京，理由是这种将欧洲战事扩大到中国内水的行为是非法的。最终
李福斯不得不释放丹麦商船，并支付$1,500的赔偿金。这位几具胆识远见的清朝官员，正是时任总理大臣的恭亲王奕欣。总理衙门亦都当即印发了300部万国公法俾各省当局，令到中国的官员开始学习用国际规则来维护国家权益。道光皇帝龙生九子，第四子是咸丰皇帝，而第六子就是爱新觉罗奕欣。恭亲王奕欣身份高贵，为人机敏，勇武有力，作风果断。1861年，他留在北京签署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亦都在痛定思痛之后，会同大学士桂良、文祥上了一个奏章，通筹义务全域着以章程六条节。这个奏折是心理上遭到严重挫折的清政府统治阶层对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一个全面反思和总结文件。他的一个重大突破是终于承认俄、英、法、美等国的实力上强于清朝，无论剿定是苦，都将会面临国家利益的丧失。而在灰心丧气入面，咸丰皇帝都不得不准奏。这六条建议是设立一个专门的衙门来到处理外交事务，在天津设立一个办理通商大臣，以管理三个北方口岸，令广东、上海各派两名通晓外语的翻译离京当差。在八旗子弟中挑选天资聪颖、年龄在13-14岁以下者学习外国语言，各海口内外商情和各国新闻纸按月呈报总理衙门。尽管这个奏折并没有显示到清朝统治者愿意主动了解外界事务的改变，但至少表明了他们愿意面对现实。说在1860年的底，恭亲王给朝廷写的就是善后六条，这是决定后来几十年自强运动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它是决定后来几十年就这样。它的逻辑关联什么呢？中国只有建立一个强大的军队，强大的军队还必须从海军开始，从水军开始，因为原来是中国农业文明嘛，农业文明没有什么水军呐，我们的沿海只要筑炮台就行嘛，就炮台就可以了。那么现在就是要海军，要有这些东西，这是。那么要有海军，就要有自己能掌握海军的人，那么这样的话就教育就起来了，留学、办新教育、办广这个什么这个新学堂，这么自然就发生了。要有这个现代化的这种军队，就必须有这种制造枪炮的、制造船舰的工厂，因此军事工业就这自然发生了。为了富国强兵，各省的大员积极主动更新旧式军制和装备，纷纷兴办制造枪炮的军事工业。从1861年，曾国藩在安徽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其后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洋炮局，左宗棠亦都在福建开始仿造开花炮、毛壳台枪等装备。1865年，中国第一个规模较大、设备较精的军工企业江南机器制造局在上海创办，制造总局内先后增建了翻译馆、汽锤厂、枪厂、黑色火药厂和枪子厂。虽然所做的枪炮在技术上和国外仲有近10年差距，但在中国军事工业近代化的过程中，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作用不容忽视。另外一个大型军工企业是左宗棠在福建期间在1866年奏请设立的福州船政局。
以建造军舰和火炮为主要任务，先后建造万年青号、镇海号、杨武号军舰。更重要的是，他培养了一批能够自主仿造轮船和轮机，能够按照图纸完成各项工艺的技术工匠。因此在1874年遣散了所有聘用的洋人技师和工匠。到1894年，福州船政局一共造成了34艘格式轮船，其中有巡洋舰、鱼雷艇等铁甲舰。到甲午战争前，全国各省设立的军工企业已经遍布18省，达到34家。1889年，刚刚调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在武汉率先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大型钢铁工厂——汉阳铁厂，并以其为依托，兴办了汉阳兵工厂等一系列军工企业。汉阳造由此闻名全国。除了在各地建立近代工厂，自己生产武器，清朝统治者都意识到，在对外和对内的战争过程中，原有的八旗和六营为主的军事体制已经到了要改革的时候。虽然新式团练的湘军、淮军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但装备和管理和外国相比仍然有着不小的差距。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的在华利益已经和清朝紧紧围在一起，所以不断建议清朝训练和建立新式军队。1862年，由17名英国军官训练，使用英俄枪炮组成的两个营和一个炮兵队开始在直隶练兵，这个是中国第一支新式军队。之后遍练新军成为了晚清政治舞台上经常出现的现象，但这些新军在后来的历史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但是巨大的财政压力亦都令到洋务运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樽颈，朝廷入面的反对者纷纷以国库亏空为名要求停止洋务运动。而李鸿章、曾国藩就上奏分析国际局势，坚持不能够停，但是钱从哪里来呢？1876年9月，李鸿章上奏朝廷中国之积弱不振皆因贫穷之故，他指出国家必须先富而后能强，由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故。因此从同治末年开始，各种以富国为目标的民用工业开始大规模兴办，而突破口就是航运业。中国自古代以来有上百年的这种漕运的历史，那么漕运呢，就是说从这个江南啊，这个鱼米之乡一带，走水路、走内河、走运河啊，向政府、向北方啊京津唐一带运送政府的官粮，在历史上称为漕运。这种模式到了晚清时候就无力继续维持，一方面由于这个运河堵塞，泥沙淤积，另外一方面因为这个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大量的海轮运入到中国，那么海轮它的这个运力强，速度快，那中国原始的这种沙船、木质沙船是不占优势的。那这种局面下，为了就是解决这种关系国计民生的漕粮运输的这么一个困难，那么李鸿章就提出了要购买这个外国的这个大型的蒸汽动力的轮船，建立中国近代的商船队，发展民族航运业。在这个基础上，1872年12月23日，李鸿章向同治皇帝上呈了一份奏折，设局招商，试办轮船，分运江浙漕粮。那个这个奏折在三天以后得到了批准，招商局就因此而成立。
位于深圳蛇口的招商局博物馆入面，记录住在晚清洋务运动中这家民族工商业先驱北路男女的创业历程。当年清朝中央碍于旧的思维，排斥民间国人办理航运，在航线、停靠等方面设有种种禁令，严重阻碍了沿海航运的发展。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官僚呼吁允许华商自设轮船公司，那既不能禁华商之物搭洋船，又何必禁止华商之自救轮船呢？1873年1月，清朝统治者总算是打破旧思维，在上海成立了轮船招商局，采用由政府设立商局招来民间各商所有轮船股本，实际上是政府设立公司，民间资本以入股的形式参与，这种体制被称为官督商办。有一帮广东那边跟澳门，就是香山那一边人跟澳门有所来往的，那边人也不走科举，被人瞧不起的这帮人，他知道就是中国这个租界上海啊那边租界有很多洋商，洋商他们毕竟外语啊，这中国话也不会，对中国国情也不了解，他们需要一些中国人帮他们做事，就是历史上我们称之为买办。这些买办实际上帮洋人做事，他们已经有很多钱，又懂得这个外国的现代化的企业现代化机器什么，他们特别想办，但是政府清政府压制不许可。所以洋务运动为什么开始只能官办？因为连官办连曾国礼大家知道那么大的权力，他遇到还有那么大的阻力，你民间办他根本就不许可。清政府的财政一直非常困难，而这些生产现代化的枪炮是极其费钱的，财政有点维持不下去了，唯一的办法不是停，而是想办法赚钱。怎么赚钱？由政府生产民用品，用机器从生产枪炮，同时还要生产民用品。这时候洋务运动就从求强变为这个求富。现在的开联煤矿前身叫做开平煤矿，由于各地军工企业的兴起，煤炭等能源日趋紧缺，因此李鸿章等人开始建议开采煤矿以广利用。到1884年，总共开办12个煤矿，其中大多数是官督商办。李鸿章还将电报总局改为官督商办，招募民间资金进行发展。到甲午战争前，全国官商电线总计达到46492里，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东北到达黑龙江中俄边界，西北达甘肃、新疆，东南达到福建、台湾，西南达到广西、云南的一个殊方万里、呼吸可通的全国性电报网。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短短30多年间，中国社会从完全闭塞、对外界没有认知，到造轮船、通电报、修铁路。但是对于中国来讲，前所未有的变化并没有只是局限于经济方面的变革。以往清朝对外国的管理按照亲疏尊卑关系分属于3个不同的部门，礼部、李凡院和鸿胪寺，他们的主要功能就是用于安排每年元旦各国使节来北京朝贺的班次和接待礼仪。由礼部接待的国家显示的是朝廷优礼，属于友邦。从开放口岸广州而来的西洋各国就归广州将军管辖。随着沉重的国门在西方坚船利炮的不断攻击之下缓慢地开启，越来越多的西方人面孔开始出现在这个古老帝国的各个角落。这场由汉族官僚发起的学习西方运动，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国门之外的世界。继1862年总理衙门设立同盟馆以培养外交人才后，上海1864年设立了广方言馆，其后在湖北、新疆、台湾、广州都设立了各种新式学校。同时
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和天津武备学堂的设立，就成为中国最早培养军事人才的军事院校前身。1872年，经过十年的酝酿，清政府决定分四年，每年向美国派遣30名留学生，由中国第一位留学生、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容宏带领。这些学生分别在法政、工科、矿学、化学等专业就读，其中詹天佑等人学成。地方大员入面有船政大臣沈葆桢选派学生赴英法学习的举动。沈葆桢调任两江总督后，丁日昌等继任大臣，继续了这项事业。这一批留法学生取得了良好成果，其中刘步蟾、方伯谦、萨振兵、严忠光等人都成为了日后海军的中坚力量。与此同时，同文馆、上海机器制造局翻译馆、江南制造局等机构开始大量翻译西方著作，从此西方政法、军事、工程、科学、历史等著作进入中国。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识比早期林则徐、魏源时代有更直接的媒介，亦都有了更多的近距离感知西方的机会。1875年，同曾国藩、左宗棠等人有着深厚的个人关系的郭松涛，成为了大清帝国第一任驻英国公使。中国政府在同处理外国列强的关系方面，貌似终于走上正轨。但从19世纪开始，西方各国已经逐步建立起的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法体系，对于刚刚经历了10多年变革之路的中国政府的最高统治者来讲，就依然十分陌生。当时在1860到1880年代，中国能出去的人很少，像郭松涛、郭松涛和郭松涛之后，同时和之后的一个公使都住好几个国家，就很少的。因为很少的原因不是说中国没有钱，而是中国没有事。就你在这个国家没事，那这不是个大使馆很无聊吗？当年出使最早一批出使的这个使臣，是每天都要求他们写日记，见到什么遇到什么都记下来。这个东西记下来之后呢，这总理衙门应该把这个东西呢，应该是安排出版给这高级干部作为范本学习的。你要了解外国是怎么回事。那么光光在这里边就描写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教育制度，描写的那么仔细那么好。结果回国之后，他是1870几年回来嘛，这时候洋务运动都已经弄了20好几年20年了，结果这个书一出来，一下遭到就是普遍性的这个反对，反对就讲什么崇洋媚外，最后也就他郁郁而终嘛。在洋务运动这段时间抑郁而终的清朝官员不止郭松涛一人，他们的亡故都多多少少和西方不可避免的接触和碰撞有着必然联系。胡林翼、道光年进士，他因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有功，和曾国藩、左宗棠等人被称为中兴名臣。从朝廷的角度来讲，胡林翼有能力、有功绩、有忠心，即使是这样一个能臣，当他看到洋火轮在长江中逆流飞速前进时，心中仍然会产生对洋人莫可名状的恐惧。没几耐，他就在忧惧中病逝。而曾国藩就截然不同，他在1862年在安庆制造了一艘新式轮船，但在试航的时候就遭到失败。但是这个并没有令到他气馁，他更加坚定地要求解开制造舰船和枪炮的秘诀，以求打破洋人对先进火器技术的垄断。但是好像曾国藩这样的历史人物，在当时就是凤毛麟角。
在仰慕众神的内部，看待西方文明的态度尚且差异巨大，而在更多官员心里面不愿意学习，不想改变，更加成为一种可怕的历史惯性。在鸦片战争之后，清朝就处于自我体系的溃散中，调整心态，推进自强的速度似乎一直都赶不上自我崩溃的速度。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重创了整个大清国，这个令到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的洋务运动的努力，看上来好像镜花水月般收效甚微。甲午战争我们总共打在朝鲜战场就是鸭山打了2个小时，平壤打了12个小时，黄海打了5个小时，就一败涂地。那后来都在检讨这个事情，120年了，我们在检讨这个事情，为什么？多种说法都有，但是我觉得可能最根本的还是孙中山讲的，就当时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清政府不是要建构一个现代国家，它就是一个什么自强嘛，就是一个这种就是说我要使我的这种军队不一样嘛。那么这种自强运动，它就没有政治架构方面的改革，没有制度改革，更没有文化的改革和这种其他的这种国民心理素质的改造。整个自强运动的实际操作者是洋务派众臣，而在朝廷层面的领导者就是恭亲王奕欣。但可悲的是，位高权重的奕欣依然是一只可以被拎走的棋子，因为他头上还有乾纲独断的慈禧太后。1861年，弥留之际的咸丰皇帝决定将已经动荡不安的帝国留给自己的长子年仅6岁的载淳。这一刻亦都决定了大清王朝的最终归宿。在之后的近50年里面，载淳和他的继承者并没能够成为这个国家的真正主人，因为新皇帝的生母叶赫那拉行政就是左右了这个帝国半个世纪的慈禧。1861年，恭亲王奕欣帮助慈禧发动政变，将咸丰皇帝去世的时候安排的顾命大臣一网打尽。从此在外廷臣僚面前，奕欣成为了慈禧太后的一只棋。但慈禧又时时警惕着奕欣势力的发展，由于成功解决了与英法两国的谈判，同埋顺利设立总理衙门，奕欣习以正王大臣、首席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内务府总管大臣于一身，成为大清王朝最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但这个亦都引起了慈禧太后的警觉。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奕欣所指挥的军机处进退失据，慈禧太后借口毁灭恩循，将恭亲王奕欣的所有职位一律解除。从此清政府的中枢再没出现过有能力的领导。他的用人体制基本上慈禧他是在掌握平衡，他既不能说完全不要这个自强运动这批人，他知道必须得有这些，但又不能让你的力量过大，始终有一批这个反对者呀，他也是他支持的，今天支持支持这个，明天支持支持那个，所以中国的这个自强运动始终没有很顺利的发展，总是在妥协，艰难的一点一点妥协，要不然你一点都不能办。所以说只能说中国的自强运动是由于中国的这个土壤或者当时的社会政治体制决定了，他们没有像日本明治维新走的那么远，因为当时他们遇到的阻力太大。奕欣淡出政坛之后，接任中枢领导的是身为主管海军衙门的醇亲王和领班军机大臣礼亲王。这两位庸碌之辈在保守派的非议和阻挠之下更显无能。洋务运动很大程度上要靠地方大员的经营，而每个决策都会面临着所谓保守派的攻击，
这些保守派大臣大都是那些饱读诗书的清流人士，他们痛恨列强的侵略，认为任何妥协谈判的行为都是丧权辱国，而且任何学习西方的行为都会导致以夷变下，令到华夏文明遭到玷污。这种道德上的纯正主义在价值上是可贵的，但在社会实际的层面就往往无所作为，甚至成为社会进步的阻力。实际上到后来洋务运动它的弊病，自强运动的弊病已经开始出来了。这种官督商办企业产权不听，开始办得很好很好没什么问题，后来办得很大了，后来这企业赚钱赚得很多了，究竟是谁的？政府觉得那就是属于我的呀，注册就是我的，登记就是我的，清政府的，对吧？商人觉得就是我的呀，是我注的资，都是我的钱，我经营发展了这么大，你怎么能说是你的呢？产权不清就会产生矛盾。那么有一些官员一直反对这个的，始终借着说这是官企，那里面有贪污的没有，要查账，一次一次查账都对这些企业就造成损害。包括他的，因为刚才讲了说官企他的这个贪污腐败，尤其后来产权不清，双方在那争，一出现这种争执，这个企业还能办得好吗？在后鸦片战争时期产生的这场自强运动，或者名曰洋务运动，亦都有人说是同光中兴，它的结局并没有带来清政府所期待的振兴，反而是更彻底的溃败，随后的中国陷入了更大危机，用人体制的弊端和系统性腐败最终断送了这场自强运动，它的经验和教训值得认真吸取和借鉴。1887年的一日，天津舞弊学堂模仿西方的制造方法，做了一个小型氢气球。在试验放飞的时候，点知牵绳断裂，气球随风向西飘去。当局向周边的官民发出通告，如果有军民等人检得，即日送还本堂，并记明某日某时检到。送到后，除着两路途远近给予村之外，并赏银十两。同年八月，天津舞弊学堂又举行了一次试飞，邀请海军驻扎沈阳军队的营房统领前往观摩。这个是中国第一次试制释放自己的载人气球。这次小型氢气球的放飞活动是一次饶有轻微的暗示，尽管在旧制度的皮囊下开展的近代工业化的努力步履维艰，但中国仍然没有停止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的探索，至少在器物的层面上开始进入世界体系。对于华夏子孙来说，秉承百年前自强的精神，今日的复兴依然任重道远。山东威海刘公岛，这里是北洋海军的摇篮，也是他的葬身之地。1894年农历甲午年，一场改变国运的战争以当时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而告终。甲午战争失败，代价惨重，影响深远，直到今日依然令中国人痛心疾首，发人深思。但是正因如此，这场失败的战争亦都成为一场变革的动力和开端，它令到中国人开始真正地觉醒了。这场战争究竟经历了什么的过程呢？下一集甲午战争。